接给你虐了。还敢这当 QQ 侠是吧？上路 QQ 侠只能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。今天坐的我腰有点痛，根本六点钟就搁这坐在这里放电影，这一下坐九个小时顶不住了。作为你的狗，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烧吧！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杀不了你是吧？不提干你这样痔疮很严重的。那我要是说我没有痔疮呢？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他这么头顶。就不中就算了，我不要勉强了。仇恨就沾了心绪。他一共中了几发 Q？ 有没有兄弟数的？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直接给你虐了，还敢这当 QQ 侠是吧？上路 QQ 侠只能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我。钱不够，多敲一。又一个，我要一路会一二级过程。操！那屌你！可以，吃他一发给我大头都吃到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靠，老子兵线炸了。大海没有记忆，风行可以吧？哎，还要回来线上还要被针对，他妈的是真难受，我玩的。装牛马是吧？我的仇恨就是这么。更多火药。怎么才偷78呀？缓慢的死去，我要一路。我操，这盖伦666好厉害呀！
他妈的！被南下卖了。哎，那掉！带凯旋多好，你要不早说，你早说我就带了呀。你还真以为你666是吧？我你妈！哎呦，旋风开不了。我很烦啊！把老子减速麻了！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又一个！我操！为什么卡不住啊？靠你了，阿枪！我操你妈！最后一件装备直接正常出输出关，出银水都可以。更多火药。仇恨沾满鲜血。下线了。走吧！又一个！我今天能够与黑水鬼重生，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更多火药！天哪！不能让盖伦大我，保护大我都没事。没龙可以治愈他，不用担心回家问题，开就完事了。好吧，等一波。简简单单拿下，兄弟们！没有点订阅的兄弟们，给主播点不订阅哦。